先到了。那就是我来这边，为什么你们每个人都那么笑眯眯？公，你吃饱了没？每年要去哪里？每天都碰到他们，常常碰到，这样就很开心。后来我上手语的时候，我才找到我的快乐在哪里。因为来老师都会跟我们讲说，今天上人有讲什么，然后歌词里面有什么。是啊，你们要解释一下为什么呢？然后跟老公吵架，问老师说，老师，今天我老公这样讲话对不对？老师好像妈妈一样，他都听我们受苦。最近我们又看到一首是退销，他就是很棒的是，你有一首是我们人为什么要计较？我说，哎，这句话好像对。以前我很会计较，以前我还帮忙拔，后来我老公拔，我要弄，不然弄不完呢。因为我说我来这边，我觉得我什么都要去学，因为我说你们看不起我嘛，我来做给你们看，然后保护我们自己。说后来就变成一种冲巴巴的，又很会计较那一种。三人都像就讲的说，我们人是带业而来嘛，所以这辈子人家这样对待你，说我们都跟人家结好缘嘛，我都不敢得罪别人，人家说什么都好，我到人家说坏话我也没关系，反正我都好。